即番要烹餐的是你无水，还是加落拢土酒加袂出来？其实这个育种的那个技术哦，其实跟水滴莲的年代是一样久。水滴莲有多久，然后有种水稻，它这个技术就有多久。然后像我现在身后站的这个，也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。人家讲了一句话，说以一粒稻谷的话，用24滴汗来换成，不是说你今天来做这个，你要赚多少的钱，因为钱再多的话都不够。但是这些好的地方、好的生态，我们是用钱买不到的，这是无价的。其实我们台湾的气候的话，其实种稻谷的话是蛮适合的，而且种出来稻谷的那个品质的话是非常的好。我们这个祖先啊，辛辛苦苦的弄的这些水滴田，然后其实一片一片的在流失。那你这些的话，你不再把它传承下去的话，不只说我们没有东西吃，然后对这个地景的话，它也是流失的话，也是很可惜。那是不是说我要重新再把那个水滴田要给它恢复回来，这些儿时记忆重新才能再找回来？所以我们要继续把这个文化再给它传承下去。